见过切鱼上斧头和锤子的吗？就这条鱼五毛钱。哦，五毛五毛。他娘，手臭不臭？臭，臭香，又臭又香，啊、看着就香。我闻着有点臭。好，再给我来点海鲜汤。哦，再尝一口海鲜汤。兄弟们，时隔一年时间没吃过山东大集的咸鱼了啊、哦。不能叫鲜鱼，时隔一年时间没吃过山东大集的海鲜了，今天又来到大娘的这个摊位，重新再让大娘给我们加工一下海鲜。大娘的摊子还是这么的接地气，还能找到比这再接地气的摊子吗？一个小土灶，还有一个餐桌。大娘，还记得我吗？不记得你。有印象吗？我去年来拍加工咸鱼的。这加工想说加工一会你。别人胖了。哦，我比那时候我比不干净了，连大娘都说我比以前胖了。是啊，开水和菜还在烧是吧？还得烧。这个锅是烧水的是吧？烧水的。哦，现在烧水是什么价？烧水还是那个价，开水一壶一块钱。这水是不是就前面这个井水？井水啊，就是。加工菜什么价呢？随便给。还是随便给？哎，去年好多人说我说法不对，我再去买一点，我们再重新加工一下，好吧，大娘？可以。这边就是海鲜区，我们还到上次那个李荣浩大哥那里，这也是，哇，这个也刺激，但是没有李荣浩大哥那里货多。去李荣浩那里，看到处都有这种海鲜啊、哦，山东大集，一到了这个大集，味道都很浓郁，都是卖这种海鲜的。怎么会有很多山东本地的网友说他们不吃这个呢？明明这个大集上不止一家卖的呀，很多卖的，而且每个大集都有。大哥，我又来了。啊，你好！哇，今天有这个大鱼头啊！大鱼头，这个是啥鱼？那个，这不是金枪鱼吗？给我切10块钱的，可以，少来一点，试试就行。哦，可以。你也别给我切半斤了。哦，好的。按三两就行，我尝尝味。哦，可以。我上次吃没吃过瘾，可能我吃的不对。哦，你这你放的，他给你长眼长眼长眼，一个一个长眼。那这个要不要放盐？不用放盐。不用放盐，你放盐就你放盐就不能吃了啊。所以肯定是我上次吃的不对，兄弟们。吃的方法不对。对啊，我今天再来一点，我重新吃一下。啊、哦，又上虎头了。上虎头了。你这是切鱼的吗？是的，就是切鱼的。少切点可以。啊，10块钱的吧。就10块钱的嘛，我给你10块钱，你也不需要给我够称。我吃不掉也浪费。啊，不，那不是我的所为。那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我确实自己吃不掉。不怪也不行，良心何在？你这鱼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太硬了，切不动？切动了。哇，兄弟们，你见过切鱼上斧头和锤子的吗？少来点，少来点。哦，可以了。啊，连苍蝇都闻到了海鲜的香味。苍蝇都来了。是啊。对。兄弟们，只要有苍蝇的地方，说明这东西肯定鲜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别放盐啊。不放盐。吃时候千万不要放盐。清水煮。清水煮鱼汤。煮鱼汤。海鲜汤。对。好嘞。帮我装起来。很对，这块也给我拿着。哦，这块五毛钱送，五毛钱好啊，可以。好，五毛钱。五毛。大哥真爽快。5毛钱。我看看这个鱼，也别5块钱一斤了，就这条鱼5毛钱。哦，五毛。好吧。五毛。好，装一下。10块零5毛。10块零5毛。嗯。你说什么呀？你买了我的筹码，你就是我忠实的顾客了。我买了你的筹。筹码不好卖的东西，你给我买去了，我就筹的不能这么说，大哥，你要这么说，网友对说我是什么，叫说我是什么呢？大冤种。你这叫好人一生平安。咋回事？好人一生平安？你帮我解了忧愁啊！我不好卖的东西啊，一夜筹给我买去了。怎么还祝我好人一生平安是吧？啊，对，祝你好人一生平安。拿着，我怎么感觉大家把我送走似的？后来鱼买来了，买来了啊，跟去年一样，一样的。臭不臭？臭，这个鱼臭，这个鱼好吃，分外的香。这个鱼香是吧？嗯，好，给我加工。好，我给你洗一下啊。好，去年吃的不对，咱不是说为了尝美食，就是想尝一尝每个地方的特色。要洗一下吗？要洗，洗洗看。好嘞。不洗你看，不洗这个。看，不卫生，看的。不洗不卫生。啊，看着不卫生。你看你不洗，你这个，是吧？哇，这我感觉是，再洗会不会把肉给洗化了？洗不化，它这个里面洗看，看紧了。哦，好上头呀、啊，这个味道。哎，大娘，手臭不臭？臭，这个鱼臭，这个鱼还很香。
臭为什么还很香呢？它就是那个臭肉香。叫这个味道就叫香臭香臭。哎，臭香的。臭香，又臭又香。又臭又香。哎，又臭又香的。咱这边我看这么多卖的，应该很多人买这个鱼吃呀。哎，很多。我感觉这个东西放什么调料都是白香，就吃原味。哎，对。好，大娘的火现在正旺呢，来吧，来了山东大集就想这一口臭海鲜，不对，不叫臭海鲜，叫什么呢？咸海鲜，加点水是吧？加点水，清水煮啊？清水煮。哎，大娘还洗洗手啊？啊，我得洗洗，脚粘这个呀。好，上火。好，烧火煮。大娘，这柴火都是您自己捡的吗？啊，这俺自己的树，这这有果园，捡的，哎，拉的这那就够少的。哦，平时卖这个茶水一斤能挣多少钱？一斤那个三四十块。那这么说，一个月也只能挣个100块钱左右。哎，是吧？嗯、这个锅是不是又翻修了？我看。啊，球球秘密上边。加的泥。加的泥。哦，开了啊。哎，开了。多久能好？咱就好，大娘给我多煮一会吧，我感觉多煮一会杀杀菌。哦，好，多煮一会。拌拌锅。啊，这个海鲜汤看着很浓郁啊。啊，多香好了哈。嗯。看着就香，看着就香。我闻着有点臭。闻着有点臭，又臭又香。海鲜可能就是这个味道。我们要一定要尊重每个地方的饮食特色。怎么话都。即便我们吃不惯，但不代表它不好吃。哎。这个还要多久能好？这就行了吧，这就好了。好，已经开了啊。开了。这个海鲜汤我喝不掉这么多，少来一点吧。哦。哦，先放这个的。哦，出锅了。出锅。出锅。就化了。这鱼怎么化了？化了，香。肉呢？肉都出，这不都肉吗？啊，就这点肉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刚才不是一整条吗？一整条。你这条一出煮化了。一煮就煮化了。炖化了。这是不是时间太长了？哎，炖的时间太长了。好好，再烧了。好，再给我来点海鲜汤。好。再来点海鲜呢？再来点吧。啊，再来点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来给我。来。好，谢谢大娘啊。好。哇，海鲜，这个鱼怎么化了？我估计可能时间太长了。啊，尝尝这个，这个肉还是很肉筋的。太苦了，太咸了啊！这鱼，怎么形容啊？比盐粒还要咸，再尝一口海鲜汤，兄弟们，帽子去了。兄弟们，不是臭啊，是太咸，臭味多少也带一点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哎，确实是一点盐都没放，但是还是太咸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哦，但是这真的大集上到处都有卖的，好多卖的，对，好多卖这个的。你要说没人吃，是吧？不可能呀，没人吃怎么这么多人卖呢？但我确实吃不来，确实吃不来，可能还是方法不对。我们来点清淡的尝尝，来点清淡的。